来玩这款游戏，三分武侠，七分仙。进来吧。调皮啊，好啦，就这个名字啦。这个全圆球移到上面去，点击小混混打听情报，战斗了，喂，好帅气的战斗画面啊！非常明显的透露出一件情报，就是这个游戏啊是针对特定玩家的，而我肯定不是那特定玩家之一啊。啊，这种简单进行的文字武侠好不好玩呢？欸，50关开启啊，这边有快速战斗欸。哦，挂机收益，自动挑战，什么？启动手处理包可以立即获得2小时自动挑战体验卡，购买终身卡，多少钱？ Oh my god！Are you kidding me？ 欸，他终身卡要800多块耶，你不要小看这种游戏哦，文字游戏能卖到800多，肯定有玩家买啊，肯定有玩家买才有这种定价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市场供需啊。这边有攻略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是攻略，它只是一个任务导引的意思啊。好啦，设置，先往启动嘛，排行榜，哎、欸，有人玩呢，不给糖就打蛋，第一名。储值系统，我们看一下吧 ，VIP 礼包，每日特惠。不要看这样的游戏画面嘞，它的定价都跟一般的游戏。没有两样哦，布阵，我只有这一位而已哦。我要怎么拿到第二位？道友，修炼，好吧。好啦，我现在攻击力变很强了吧？继续挑战吧。图鉴。装备，我拿到木剑了，啊，拿到一些奖励了。我想要有一些其他的道友，有吗？多一点伙伴呢、啊？可以夺宝吗？也没有。拿到灵石了，继续挑战。哎、欸，这位角色。深田有美啊，怎么会有有美酱啊？有美酱，他可以进来吗？可以耶，好吧。他现在是凡人饰品哦，名称也是一个很好吸引玩家的手段。我已经从。这一位名字看到了，都没有画面，都没有，只是光一个名称，就挑起了玩家们无限想象。OK， 而且它是紫色品质的耶，优先强化它吧。哎，看广告，蒸汽，我拿到了蒸汽10万了。OK， 为了那个蒸汽10万，我特别看了广告啊。好了。看一下图鉴有什么，一键领取装备呢？不要看它简简单单的，其实还算是不错玩的。如果你有融入进去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游戏有一番天地啊！接下来又开始一模一样的行为了啊！挑战，领取奖励，有没有广告可以看呢？广告可以提升我的水平呢。闯关成功。哎、欸，这里还有一个名字哎、欸，
波多结衣少一个字哦，还有世上优雅，还有谁啊？这个已经激起我的好奇心了。哦，没有了，就前面那几位而已哦。啊，不是还有很多吗？啊，你干脆所有名字都弄进来好了。反正我们人类就是这样，有无限想象啊。我们的意识哦，可以产生各种想象力。VIP 半价，全民福利包啊，到通关50关啦、啊，沙小，不要这样子搞啊，哭啊，是什么？快速收获，一键收获。这游戏我看也是绑东绑西的啦，你还是要有 VIP， 你又可以自动挑战什么的。有没有装备？有，我有装备。啊，穿起来都穿起来。这样我是有没有一件穿戴之类的、啊？嗯哼哼哼哼。哎呦，哎呦，真是一品。好啦，我都到真丝饰品了，继续挑战咧。有没有到秒杀敌人呢？好吧，游戏我就玩到这里啦。其实还算是还不错玩的。如果你是我所说的特定玩家的话，肯定会觉得好玩了。游戏就算到这里咯，大家拜拜。